那我现在能记住的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我刚刚刷新的一部戏叫《一见不倾心》，中间有个段子是我要送那个女主角去急诊室，那还好，当时那是一个全景，拍的是我们的背，我说赶紧往那边指，往那边指，我们往那边跑，往那边跑，好，哦，结果他是真的跑啊，他用他全力冲刺的速度，他完全没有顾及到我身，我还抱了一个人，然后女主角就在我怀里一直想笑，然后我心里就万马奔腾，我是心想你能不能跑慢点，我还抱着一个人呢，你这么跑我哪跟得上你啊？你内心的台词实在是太有趣了。